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抄一下我们这个人才的 UR 超休闲令啊，好不好？上次全部把它说哈了啦，但得到了三星的典韦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后面居然还出郑成功，郑成功还可以用超休闲令，干这很机车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现在又出了公孙瓒跟马腾，那么早在了 MyTU 啊，早就知道不要抽，真是的，为什么这？要么就提早公布啊，不然就哦，真是的，他们存了那么久，然后抽了一个典韦啊，典韦是防守型的，又不是攻击型，但是他也是可以当攻击型哦。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啦，抽了就抽了啦。好，我们要来抽这个马腾，然后我们有几张啊？我看看喽。哎呀，准备几张？91张，然后91张。91张 ,32, 所以应该有两次保底，然后两次保底91张，最多只能一星嘛。假设你都抽到，最差的就是两个都抽到。但是我相信这个几率应该不会骗人啦、啊、齁、哦。我相信这个几率应该是不会骗人啦，好不好？马腾是最高的啦齁、哦。虽然说上次典韦是最低的，但是我连续都抽到他，最后才抽到关妹。气死人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没有相信，我们还是再次相信我们三国志霸道老板、霸道空城师他的那个几率的存在率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今天特地哦开到了我们这个天水的下方，好不好？天水下方哦，还记不记得上次李白天水抽马超，而且是直播啦哦，连续抽中三次啦，好不好？连续抽中三次。哎、欸，不对哦，哎、欸，对，三次连续抽中三次，变成两星的马超，好不好？两星的马超，我们今天再度挑战他的出生地哈、哦，起源地天水城，好不好？天水城下方，我们来，好不好？来抽一下天水抽马腾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次李白再次又要挑战一下那个定点抽武将的这一个哦，这个效用到底大不大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不要多说，我们先来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先来免费抽了，有可能免费抽我们就可以抽到一个马腾，也不一定啊。好不好？天水抽马腾啊！我们开始。哎、欸，龙哎、欸，就有金龙哎、欸。啊，但是他不是那个哎、欸。你看看这样顾不？这样的官方工程师跟老板故不故意啊？你看，你要嘛就给我 SSR 变 UR。哎、欸，给我 SSR 的公孙瓒我都满心了，你给我这个干嘛呢？哎，我们只能说那个《三国志》霸道老板工程师很可爱，好不好？你给我公孙瓒啦，而且是 SSR 啦，哎呦，拜托你好不好？可不来点不一样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 SSR 不是七星？哦，换兑换就是七星的，都七星了。哎、欸，我们 UR 可以换 UR， 现在不SSR 不能转换吧？对啊，我吓死我了。好，先把这个抽一抽，增加一点小小的微微的几率。再抽一支啊啊啊啊啊！哦，好，没事啦，好了，开下去了哈、哦，十连抽啊，怎么都没有光啊？你也来一个红色的头啊！天水抽马腾开始了。
哎，李岩这是保底的吧？哦，这一抽不错哦。张昭，都给我一些满的啦。我来点不一样的啊！哎呦，杜玉可以哦。哎，哦，这十抽不错嘞。朱俊，这个我不要了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啊，这个可以换。好，现在抽一，先抽一个。哎呦，又要杜玉的嘞！哇，好多杜玉啊！好，我们继续了哈，再二十抽就中1525将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应该会留十抽了。来个红头啊，红龙头啊，倒头集体啊！哎呦，什么都无啊，惊死人啊！哎，怎么那么多无火太啊？啊，这是保底啊！郭家。不错呢齁，900的欸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的十连抽到伊娃的这一个机遇来啦。我们的公孙传有 47, 我们的马腾有 53, 那我到欸 ,43 还是57啊，我看一下。对哦，公孙传有对43跟57，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要给我哪一个啦。而且我们在天水下方抽马腾，我们一定就会拿到马腾这一号人物啦，好不好？看我们有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啦、啊、会不会后面50抽再给我一个头啊？哎、欸，那龙波 SSR， 来了马腾，果然跟我们想的一样啦，好不好？没有像那个典韦那么晒啦。天水抽马腾，但是我要保底第二次哦，好不好？马腾来了，马腾来了，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哦。我们应该会留十张超休闲令。那这一次又出现那个什么，对，那个奖就什么抽奖券，他妈一个晚上就被换掉了，是要玩屁呀、啊！笑死！怎么都没有 SSR， 又是保底啊！有袁绍，袁绍，袁绍，我都满了啊！这个我也买，这个我也买了，好好抽留下来，再试试抽。天水抽马腾，连续两次中马腾，好不好？应该可以啦，一星给我一星就好了嘛，让我当副将啊！这样你不要客气啊！哎，郭家怎么那么多啊？你来一个夏侯霸嘛！哎呦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啊！哎哎哦哦哦，连三哦，真假的？哎，加三，哎！你看，我们的《三国志》报道老板工程师就是这么可爱，你不如这啊，
你给我 S， 哎，怎么还有啊？哇，连四人！你以后不会太可爱了一点了？你给我 SSR 两次公孙赚的嘞！我的天啊，你好家伙！炎炎留下来，城铺已经满了，七星七星七星都卖掉、哦。好，再三十抽哦。我们就要强调一下，天水抽马腾到底有没有机会连续抽中马腾？保底啊！还有姜维啊！哎，还有哎，说那不是保底哎！哎呦，下午霸就出现了啦！哎呀呀呀，赞赞赞赞，七星满的啦！这个不用啦，不用不用姜维了，这个也满的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满的，这个没有没有满满。好，再来二十抽。这二十抽里面为什么不让我中了一个非保底一瓦呢？我们的 KF 啊，不是三国志八套老板，来个红色龙头那么难呢？抽到最后都是保底中了，有了，寻幽。群优没有要用了，换掉，满了满了满，没有，好，来来，见证时刻到，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连续抽中天水里面抽中连续抽中马腾这号人物呢？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啦。哇，第一个就中了哦，张昭啊，哦。王毅耶，哎、欸，哦，这个石头也太多了吧，没卖哦。王平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靠，这太多了吧。蛮虫，来啦，下一个啦。各位观众，马腾来啦，马腾，你看吧。这一次才是比较正常嘛，对不对？天水出生地还不中马腾，难道中公孙赚吗？公孙赚要去北平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我只是哦，告诉你啊，可以连续抽中很多次，只是我的抽球权力不多，就这样啦，好不好？天水抽马腾，连续两次中马腾。他、啊、可是上次那一个官妹跟典韦，官妹是 53， 为什么你们我连续都中典韦啊？奇怪欸，那、欸、我就不相信他们没有调整，笑死欸。好，马腾来了，马腾就在这里啦，好不好？可爱马腾，哎、欸，按错了，按错了。马腾，找马腾，找马腾，马腾在哪里？马腾在哪里？啊，腾在这里啊，一心给他升上去啊！强化给他上去啊！然后又给他上去啊，30啊，够不够啊？可以啦啊、哦！马上跑到前面去啊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再让他等一下，再让他穿一下那个服装啊，好不好？装备啊！此部队每多一个骑兵武将，置身在内的己方三部队攻击防御队物特效加10%。我靠！哦，效果的目标是骑兵10，效果的目标为骑兵10，效果两倍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个有队伍特效呢，不错呢。此部队多一个骑兵哦，所以你都要用骑兵去带了。
礼拜哦，好样的啊，马腾哥。好，那我们不负众望啊，天水抽马腾，连续中两次，好不好？连续中两次。哎，早知道就不要抽典韦，还有关妹，妈留着抽公孙传跟马腾还比较好一点。好啦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就中马腾也是要知足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本来就是要拍在天水抽马腾啊，在你出生地还不抽马腾，难道出公孙传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这里抽完了，抽到两星，哎，不是一星的那个马腾了哦。各位也要抽马腾来添水啦，好不好？上次马超跟马腾，我们就是有这个效果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天水抽马腾成功了哈！我只抽一百，只抽那个两次保底啦，但是我们还是连续抽到马腾哦。好的，那这里就是天水抽马腾了哈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啦。好，这里是李白科技频道，我是李白，那我们下次继续天水抽马腾，有求贤弟超求贤弟就天水再抽马腾几次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大家拜拜喽。